通霄，台湾西部中心一个滨海林深的小镇，您也许曾经在火车停靠时目睹过它的淳朴，也许在奔驰于西滨公路时与它环抱的海洋并肩而行，但是今日就在前人烙下足迹的挑岩古道进来一点点，在一片绿野田畴中，正上演着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将一片山林变成艺术园区的动人故事。走进圳头窯园区，相信您会看见一个光着脚、行色迅速的男子。没错，他就是园区主人王龙德。不过大伙儿都习惯叫他 Tony。此外，您也可发现一位娇小温柔的女子秀珍。她除了彩绘出自己内心的艺术风景之外，更是协助 Tony 亲手打造园区最重要的伴侣。常常有人会问我说我当初是怎么来从事陶艺，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我本身不是本科系，而且又是因为我本身是读商业资讯，算是从商，那其实没有错，我早期是做贸易，那当初呢在泰国包括新加坡啦、大陆各地也有一些据点，那主力在泰国，那所以我在泰国待了将近有六年的时间，那不过也是因为在泰国那段时间让我认识了第一个教我玩土的老师，那他应该不算老师，他是骗我去玩土的人。令人讶异的是，返台后的 Tony 并没有立刻对外发表作品，他选择放下自己所熟悉的制程技巧，潜心学习并酝酿创作热能，这一来一往就是两三年。在这段日子里，他在与土对谈，与火对谈，更与自己的心对谈，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诚实，对陶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所选道路一种绝不动摇的自信。用时间来证实自己想达到的目标， Tony 确实做到了。如今他的作品除了受到台湾艺术界的肯定之外，甚至远至美国、日本的艺术中心都有他的作品。而在这段期间， Tony 也遇到了生活与艺术中的灵魂伴侣秀珍，从此陶艺与绘画成了这对夫妻永恒的追求。1998年，夫妻俩更获邀至美国加州圣塔安娜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驻校艺术家。这一连串耀眼的成绩反映出的是 Tony 与秀珍的坚持与持续不懈的艺术创造力。尽管陶艺创作已经获得普遍的回响，但是在 Tony 的心中此刻却有着一个更大的梦想等待去实践与完成。一直笃信生活及艺术的 Tony 从美国回来后开始积极寻觅一处
可以可广可久，展现陶艺之美的理想国度。终于，他选择了通霄这片山林。1999年七月，托尼买下了圳头里这一甲山林，原本打算慢慢来规划建设，没想到两个月后，震惊中外的921大地震，让托尼醉陶工作室里多年的作品毁于一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震撼，托尼并没有忙着检视自己的损失，而是在第一时间里深入受创严重的东市灾区救灾。一个艺术家面对作品全毁的打击，是一种难言的痛苦。但是 Tony 选择用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延续作品的历史。今天，这些记载着921沉重回忆的作品碎片，正静静地镶嵌在园区的墙面上，用一种迥异于原始的风貌，坚强地展现出第二轮回的艺术风采。一场921大地震震碎了作品，却意外震快了 Tony 建设艺术园区的脚步。在救灾行动告一段落之后， Tony 与秀珍开始积极展开园区的初步整地工作。没路先开路，没水先引水。在初期，两人甚至还在山上住了好一段时间的帐篷。整个园区的建设蓝图都在 Tony 的脑海中一步一步浮现，同时更在他亲手打造下一天一天具体成型。从开路、整地、直批到第一栋主题屋舍的建造，此时家人的协助也为整个园区注入浓浓的温情精神。甚至包括 Tony 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学生的 Andy， 也会拿起刷子为屋梁漆上色彩。在园区的建材运用上， Tony 再度发挥他创作的一贯精神，自由取材并加以发挥特色。其实我们当初刚来通霄的时候呢，整个园区在建设的规划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我们采用了大量的石材，可是当初我们没有考虑到要用这一些铁材，因为铁材蛮贵的，而且虽然我的专长有铁工的部分，那后来会用这么大量的铁材，是因为它通霄蛮特别。它当初二高跟高铁施工的时候呢，它整个工程从这边经过，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那个废弃的那个材料。那这些废弃材料呢，当初他们当地的欧巴桑呢，可能他就会去把它捡回家啊，然后用摩托车再去卖啊，他可能去一去都卖两块半啊，卖三块。那后来我就叫他们说，恁蹲蹲到厝的吼，恁卖再去卖，啊，恁卖再去卖吼，我来给恁卖啊。所以我是加码跟他们买回来，所以最多的时候我大概囤积了大概有20-30吨的废钢筋在我们整个园区。所以你看到的很多我们的建设，我们用了大量的钢筋在这个园区里面。现在，当您坐在人海之下，啜饮园区特调的桂花咖啡时，这些记录着台湾21世纪重大建设的钢筋，正静静地转换身份，为艺术而服务。整个园区初期建设最重要的建筑，除了现在秀珍的画室画家村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那座由 Tony 亲自研发设计的圳头窯。圳头窯是我来到通霄之后呢，也是我在成立台湾柴窯研究会以后，帮人家盖了那么多窑，唯一为自己所设计的窑。那这个窑本身呢，我们也突破传统的，就是把所谓的血窑跟灯窑这样的一个横燕窑跟倒燕窑的两种不同的效果给结合在一起。那在窑体的设计上呢，我们也把它的坡度给增加，那当然它在烧成的变化度会更大，那胚体的感觉呢也更丰富。可是相对上在我们施工方面呢，它的困难度也增加不少，因为当初我们光是盖这个窑就花了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
可是事实上我们盖一栋工作室啊，一到三层楼也才花了六个月。那所以这个在在都显示当初我们为这个窑呢所花费的心血有多少。终于在经过长达五年的建设后，圳头窑艺术博物馆园区终于在2004年父亲节正式揭牌序幕。目前园区内除了 Tony 的醉陶工作室、秀珍的画家村之外，更包含了博物馆、圳头窑艺廊、视听教室、观心台、生态景观池，及让更多大众亲身感受陶艺创造乐趣的乐陶区等，整体涵盖了艺术、教学与休闲的多元化风貌与功能。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生活要艺术化，但是生活要艺术化谈何容易。所以当初我们在着手规划这样的一个园区的时候，我们希望反向操作的就是说，让我们的艺术来生活化。那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园区呢，从你以前你听到的艺术，你看到的艺术，甚至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可以用到艺术，甚至你可以 DIY 的来做艺术，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规划这个园区的理想。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艺术交易园区，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也不变初衷的就是说，希望这样的一个园区它可以让生活更艺术，艺术也更生活。此刻当您信步在园区内漫步时，会赫然发现整个园区其实正是 Tony 最大型的一件创作，而且随着时间的善地，这件作品的内容还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风貌。而未来在 Tony 的蓝图中，圳头窑对外将与国际接轨，而对内不论是硬体建设、服务内容还是作品呈现，都将会是越来越丰富的艺术园区。以前我才会有这个想法，说我想要弄一个教育园区。啊，还有一点，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在泰国的那个，因类似因的光艺研究所哈，我那个时候是在当他们国外部的主任，我那个时候主力也是在做教育推广。啊，所以包括我们最早我们这边，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能可以开放给国外的艺术家来驻村，国内的艺术家来驻村，在这边做研究、做研习，这嘛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希望他慢慢可以做到这样。此时张开双臂欢迎游客的圳头窑，此刻正换上另一种孜孜不倦的风貌，与 Tony 一起默默地做陶艺世界里最忠心的子民，要交出一张最亮丽坚持的成绩单。在不久的将来，在目前尚未开发的园区里，将会有更多您意想不到的内容即将呈现。就在通宵，就在圳头窑，每一次的造访都会带给您不同层次的丰富感动。